希诺斯海之恒颜安瓶的使用方法。希诺斯海之恒颜安瓶采用国际高端化妆品最流行的无菌真空安瓶包装，外观时尚，造型精美。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它的使用方法。一、手持安瓶，用食指或大拇指在瓶底用力按压，使位于底盖的硅胶密封垫变松。二、一手持安瓶瓶身，另一手紧捏安瓶顶部细杆，用力折断。三、瓶底朝上，瓶口向下，对准另一手的虎口处，将精华液平稳均匀地推至虎口处。随后即可根据需要将本品涂抹于面部或眼部肌肤等需要保养的部位。